哎，椅子靠回去，安全帽扣好了哈。我们是打别人，对嘛？下面吧。不要扶，不要扶，最脏了。什么？中，他就是玩那个啊 ，BMX 啊，还是什么的，反正是那种脚踏车啊，转车头啊什么的，飞呀、啊、飞呀、啊、什么的。给你看照片，没有照人啦，只有照风景而已。带小曼去滑海荡，腿又软了，然后又下来开始玩红石，红色两三张，开始来找他。真的有，反正有人插，聊天聊到一半，然后插进去。插进去哪里？然后那时候等在路中央，然后我就刹车，然后给你们上。扭到脚。会痛吗？哦，扭到手。那个小红线下去哦。那些人超级车。第二个弯道的时候会走红的。先走哦。哎，等等啦。没关系，大家先走。哦、好，你去。爸爸，你先。爸爸，你去。阿慧哈、哦。你就先走啊。你先走，爸爸跟你。我帮他升。你们确定好电？有。爸爸走。开始了吗？你要说 Stanley Cut One。大家好，我是 Stanley Cut One。哎呦！
谢啊。哈哈哈。啊，准备回家啦。小日本还说3:20，现在3:15。在录吗？阿伯，啊！我刚才一直跳起来，你有看到吗？一直跳起来，有。再来一次吧。还再来一次吗？不要录了。好，这样好玩吗？不知道。一半绿，一半红。我们如果要坐3:48的啊，因为我怕我们坐4:18的上不了车哎。那你觉得嘞？快点，快点！但他们没有心理准备。他们对啊，要吗？大家讨论一下啊。大家都在下一班，但是我也滑够了。够了吗？我脚酸的。好。那一段已经有点累，脚会酸的。那我们就要那个喽，休息喽。啊？要休息喽。没有了。休息。すいません。要讲一边走。对对对。走啊！你闪开。我闪开了。休息。我在聊天，然后就不小心跟着过去。
是因为基督跑进去吗？对。你晃神。而且我在跟你讲话啊。晃神。すいません。嗯？他不动了。女主造人塞车，你再录下。すいません。哎、欸，刚怎么没叫住我啊？我在跟自己讲话，我就跟着去了。不急叫啊，你就跑了。对吧？弯掉了，你有看到吗？有，不是我用，你用的，不是我用。哦，都拿来，这种你们这种租来的，人家随便用。我们拉下来吧。要拉下来。最后一趟了。还是要滑下山？嗯。滑下要滑下山吗？妈妈，我要滑下山。好像也下不了山，不行啊，不行啊。为什么？因为好像下面好像都不能滑，下面好像都是草，没得滑。弟弟，可以滑下山吗？滑下山应该来不及哈。啊？体力的问题啦。我不会摔的。妈妈，爸爸。慢慢坐下去，我们滑。好玩，嗯，有在录吗？有吧，没有吗？有啊，所以我刚才跟在你后面跟很紧，所以你有自拍，有我的 GoPro 一些。你要滑明目山要走路的。哎、欸，只是拿板子很累、啊，没关系。我要坐缆车下去。那你坐缆车，我们要滑的。这个提议不错吧？莫要吗？你在打，这边是你打坏的。打到温度啊？对啊，他这个你那是你看，铝的很软。我好像有点肚子饿。你看在这里都可以玩跳，我想在这里玩跳跃。你看，你的东西哦，你又不是单板跳，你跳。双板会跳。真的吗？你看这里还跳跳，没有，还没有跳。但我跟各位观众现在刚才翻了两圈。我先走了，翻了两圈，你还帮他介绍？看到了，翻了两圈，我先走了。他真的翻了两圈啊？对啊，翻了两圈。怎么翻的？跌倒翻一圈吧。哦，飞哦。一直掉下去，我们要怎么办？要滑这里。对不对？什么会？如果硬起来掉下去，我们就要滑这里。对啊。我觉得这里很好玩呢，这里看起来很好玩。很酷。那时候起来了。他们两个。
你三个雪场就选哪一个？梅池、盐月、八方。盐还没有。我不知道，八方。对啊，就走路回家了嘛。不喜欢八方。其实我是接那这几天那个什么，那个什么，不是就在那个什么三省食堂旁边，就觉得原来真的没多远哎、欸。啊？跑得很快，对不对？你从这里滑上来。哦，就要下去了，对不对？好啊，是吗？让你们滑最后一段，滑下去啊，要吗？ Yes. 那梦滑哦，我们以前可是都滑回去的呢。是这里都没有滑回去的，我觉得八方好好玩，环山道好玩。嗯，梅池是太没雪了，环山道都不能走，但八方的环山道速度，对啊。应该是明目山那边应该是有一条路是可以的。梦需要看一下地图吗？谁啊？那个是梦叶子。这里是哪？这是这跳高，这不是刚环山道吗？不是吗？不是吗？就是啊，就是环山道啊。他们会跳，他们会跳，怕拿那个跳，他们变强。好，忘掉了。要是你带路，因为我都不认路，我这次都不认路。好，不要撞到板板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继续去那个方向？梦要去哪？你要去哪？啊？我们走林间道啊，不行啊，不能走林间道啊。对啊，要走那边啊。我刚想问你干嘛走这边？刚被板板拐啊，他说他要走林间道。不是啦，只能走那边。所以我们是要滑下去。嗯，滑下去的路都有开了。都有开啊。为什么不能走环山道？要往右边偏。那我坐自动挡过来。好。你跟 Barry 吗？要走不一样的路啊。Oh my god, 下山了。
有跟，所以我要压后吗？不用，飞儿压就好了。小心一点啊，还跳，走吧，笑眯眯的。哦啊，小心小心小小心啊，不要跳了，斑斑没有，再跳会没有力气的，路很远，好，路很远，不要再跳了，很好玩，再会没有力气啊。就一直下去嘛，对不对？哦，好，随便滑，随便滑。你不一定要跟我，周少宇，我的路可能比较快。哈，你们不一定要跟我，我怕危险。自己滑啊。对啊，自己滑。真的吗？完蛋了，你真的没力了，那你慢一点啦。你哈哈什么？贝里有点没力。没关系啊 ，OK 啊。哎，受伤了。好，走吧。不累，我觉得真的。我超轻松的哎。我还好哎。Thank you.
看到而已。因为我在跟着他跳起来，我就跳跳当兔子。好，跟在你后面，看你在干嘛。要休息一下吗？要休息一下吗？很美丽。动一动，动一动，休息一下。好像很美丽。很二，大概到七，还有五段。五段要费力气。好。走了，走了吗？可以吗？还是你要再休息一下？没啊，够。你要回去吗？好。好，休息啊。莫跟着我。兔子跳吗？最后两下而已啊。没有，因为这边比较不凸啊，比较凸的比较好玩。而且我完全不会累。啊？而且我完全不会累。对，你也用到了那种省力的滑板。你看这里，感觉也是一条线，对吧？哪里是一条线？就是前面是一条线。哦，我好热哦。会热。你很热。会热啊。那个拉链。拉拉。36，而且它明目山比较远，你这样搞不好可以跟他搭同一班车，有可能哦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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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急不要急，搭不上我们就顶多走路回家。这样跟他走路啊？顶多啊。
你的专场啊、你脚软了啦，累了，这个真的很累。就趁机休息一下。哈？你呀、啊，过馒头的时候会减速。一过完马上转弯。不然就是不管他，就是冲过去就对了，才好。斑斑的爹吗？没有，斑斑坐着休息。馒头是他的专场哎。可以吗？快累死了，好小心点哦。哦，好，还会倒啊？你说右转啊？他就冲下去不就好了？你还是要刹一下车好不好？走那边。下面就是啊，马上就到了，马上就到了，下快到了吧，快到了。哦，过不去，为什么？跳跳跳，第一个喽，那我先走喽。这边很平啊，还好，好热哦。现在是准备地。哦，爸爸。哟，妈，好。啊，拉住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还要再拉吗？我下去喽，那我就下去喽。来，走，放。
飞鱼快死了，还刚才累死了。最后一段，那里右转就冲，没有得冲，没有得冲。左转以后用冲，就贴鞋、推鞋、脱鞋子就好了。嗯，最后一段了，休息一下。就大概那个红车子那边停了，走过去那边那个货柜箱那边，红色的一堆铲雪车，那里就可以停了。然后往右走就是车站，那个车来了，不是那一台啦。好了，我就说那个位置嘛。好，我快热死哎！你要走，你先走、啊。快点，我们是几分的、啊？还没啦，48分。妈妈那边我们都下去。我们应该是55分。好，走。本了吧，滑下来很多吧。哦，不行，体力还剩多少？哎，我还有60。那老是60。我还有40。我还有40%。又脏脏的啦。没办法啊。好烦哦。好脏啊。前面是有脏啊。要手洗哦。一定要踩过黑黑的啊！体力耗尽了吗？爸爸剩几趴？30%。你剩30，累死我也。妈妈在哪？妈妈在公车上，可能还没上车呢。我们站好公车站牌就可以打电话。真的哈、哦。我可以输了吧？啊，什么东西？今天没有贴上。哦，好，可以。啊、HP2。2号。2号。啊？这里还有。那不是啊。这台啊。那是 HP3 的要钱的。妈妈嘞？妈妈走了。他还在等车嘞。可以广播跟他说我们到明目山了。我们在哪里等车？我要脱掉，我要脱掉。在那拱多兰那边等车啊。我们刚好到车站，所以我们会是你的下一站。我们刚好到车站，所以我们会是你的下一站。拜拜。